五六十个跑不掉的，所以没有人是专家，那这个所以非常大非常多，那哪一些会变成标准呢？这个少数会变成标准，像我自己过去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写过几个 protocol， 那 protocol 做完论文就没有了，就没有人在用，就我自己都忘记了。那少数的会变标准，那资讯界变成标准的一个特性，它都不是de lure standard， 它是 de facto standard， 就是事实，就是谁强谁就变成标准，变成标准的不是最好的，变成标准的是谁比较强或时机对的就会变成标准。那通常它 IEEE 什么，它是定很多标准，我看网络什么定标准，那定出来标准通常最后都没了，那事实上变成标准，就是在商业上面竞争以后它变成标准，所以有的变成标准不是最好的，但它变成标准大家都会往标准走，因为大家你照标准的东西来做的话，那应用范围就会更广，的影响力就会变得更大，所以不管是资料的格式或者是这个沟通的方式，那然后那变成标准还有很多东西会做 convergence， 就是像我们最常看的就是最早的电信网络跟资讯网络的跟电脑网络的汇流，就是本来电脑网络是一个部分，我们说电脑跟电脑之间沟通，那电信网络我们打电话的电信网络，那电信网电脑网本来是两分开的，那到 internet 以后呢，慢慢这两个技术都汇流起来，然后这不只是电信跟电脑的汇流，那我们跟像 TV 的也汇流进来了，行动的无线的也汇流进来，所以这些东西叫 convergence， 很多技术都汇流在同一个平台上面，现在主要就是 internet 的平台了，像不管做打 Skype 的电话啊，或者看看网络电视啊，大家都是 internet 的平台都汇集起来了，汇流想看是整合，但是呢整个 processing 的时候它却是分散的，就很多分散式的这个，像我们在做档案下载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用，像如果资工系同学他很喜欢用那个 BT 或是这个 EMU 做影片的下载，那个完全是分散 P2P 的， Skype 打电话也是 P2P， 就它不是你找不到谁是这个 server， 它没有 server 的概念，大家一起合作，那 Skype 当然它收钱是有 server 的概念，但是打电话的时候呢是经过中间有很多的人，你的语音会经过很多的不同的人在合作的，才造成这个连线，那这个所以它的运作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中央政府来提供给提供服务，而是分散，但是又不是完全分散，那完全分散那沟通会有问题，所以基本上平台是 convergence， 可是这个处理是慢慢走向分散，但是要比较好的分散，完全分散是没有效率的，那所以然后就那整个过程呢是一个 evolution， 很少有 revolution 在资讯的行业里面，那当然没有，从来没，因为实际上没什么学问，但是它很重要，叫踩在别人的肩膀上面往前进，所以一个公司成功它不见得能够活得很久，那所以像 IBM 也碰到危机吧，微软也会碰到危机， Google 我想以后也会碰到危机的，那这个所以它都是 evolution， 因为谁有站在别人的这个肩膀上面就可以有新的东西，所以它也是一个就竞争很激烈的演化的环境，所以在 ICT 里面大概有这几个特性。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谈这个trend 的 prediction 跟 technology evolution。我们先看几个，这有一个网站叫 Bonehead Quotes， 那这个 这些人名人讲的很重要的话，但是都是突锤的话，就是出错的话，这美国的这个专 Office of Patent 就专利局的那个 Commissioner 就是他们的局长，一名叫 Commissioner， 他在1899年的时候就说全世界可以被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了，我这个专利局可以被裁撤了， 没什么可以再被发明的东西，很早了。 那 Tom Watson 在资讯界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中心，是 TJ Watson Center， 在那个在纽约了。那他是1943年是他是 IBM 的 Chairman， 那他讲了一句这个话，就是他觉得全世界这个市场够容纳五台电脑，对 IBM 当时刚电脑刚开始的时候，他刚组刚开始筹划的 IBM 公司的时候那然后这个1949年的时候那这个牛人比较不认识就那这个就说 computer 的重量大概不会超过 1.5 吨那个时候他觉得那个时候 computer 很重他说应该可以缩小一点，那 1.5 吨就 OK 了。那 Digital 的老板1977年说是没有什么理由这个电脑我们个人需要电脑或是家里需要电脑1977年离现在已经不太远了大家讲过这个话。那更近一点 Bill Gates 大家都知道了，1981年说
640K 的 memory should be enough for anybody 那个他现在已经很后悔这句话，所以这个就是做预测的时候就会预测错了，因为变化太快，那他那个时候他看不到别人会踩在他的肩膀上面会做出什么事情，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做这个，那所以他们这个预测通常都是因为站在自己当他自己的这个观点，他不知道这历史上面人类都会有创新的很多创新的东西，然后他们不知道不该乱讲话，这比政治人或者不只是政治人物会说错话，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有说错话的记录，所以 trend prediction 那这个就是说对话的牛顿的物理系的这个牛顿跟爱因斯坦这两个人，我很钦佩他们两个人，尤其是爱因斯坦，我还买了一本他的不是相对论他的智慧语录，他在那个物理之外讲的话我觉得都很有智慧的，这个物理讲的话我可能看不懂，那牛顿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如果我看的比别人看的要多一些的话呢，那是因为呢 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那这个是这个牛顿的讲话，这个就是比较对，我想对我们做研究或对做理工人可能都觉得如果别人已经做很好的东西，好，那我站在他上面我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整个资讯的这个发展有几样东西，我想我们在就硬体的角度来看，或最近平常碰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 ASUS 的 EPC， 对，这个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知道，那这是个触控的电脑，触控的平板的这个事实上我实验室门口有挂一个触控的，是让同学让那个同学能够去按门，因为他不但不能不同课的助教，常常会有敲门打扰，那秀出来看谁在谁不在，就按一下门铃，那他的电脑就反映他，虽然不在你就不要按门铃，在的话按一下那这个人回应，那这个触控就很简单就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应用，所以不只是电脑可以用，那很便宜，几千块你就可以做一个触控的这个面板啊这些东西，那所以触控的应用越来越多，这方然后呢 iPod iPhone 那这个很方便，那它其实它没有新的技术，就最近发展，那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很，所以它 ICT 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技术，很多时候是 business model， 就它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它很成功，它音乐的部分 iPhone 最强其实是在音乐， iPod 也是，它音乐的部分那在台湾用不到，那在亚洲只有日本，那他在美国跟欧洲用 iPhone 的时候他主要都是连到什么，他的 iTunes Store， 对，那 iPod 的话是有 iPod 对不起 iPod 的话是有 iTunes Store， 就是他音乐下载要付钱的， 那很便宜的，那你可以拿合法的版本的音乐，那他们认为我们亚洲除了日本以外其他都是野蛮世界，所以他那个部分就没有在这里推了，那也推了可能他也不会赚钱，那而且他只是一个我说一个裸机啊 ，bare machine 那这个那 iPhone 的软体 store 也是一样，那这个其实都是 business model 啊，让使用者更方便的用到，然后当设计啊 ，design 的造型也是。那这个 one laptop per child， 这个是 MIT 出的一个就100元电脑啊，100元电脑，那这些当然都是趋势啊，因为整个趋势就是东西越变越小。价钱越变越便宜，能力越变越高。等一下我们看历史会再看一下，那个我也讲出我的憾事，过去不知道这个趋势的结果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但是照这趋势来看呢，我们每个人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每天要用到的，你的这个手机啊什么，即使你不用 iPhone 像我这边我用的是个 Google Phone， 是 Android Phone， 那它有多方便呢，像我的行事历啊，我的 email， 我在这个上面我通通都是跟我 Google 的同步的，我早期我用那个 Palm 的 PDA 已经用了十几年了，那最近后来有了 Google 的我就换成 Android 了，那我用 Palm 的有什么不好，也很好，因为那形式力非常好，你的事情都记在上面，那每天要干什么都不记在脑里，看那个就可以了，那记上去的时候，但你要去做同步的动作，要跟你的电脑同步，有时候电脑坏掉，我曾经有过把我十年的记忆力给销毁了，因为记在那个里面，我所有东西都记在里面，然后朋友的所有联络都在里面，那每一次换新的机器的时候就记得办公室同步一下，家里同步一下，那段时间正好忙，结果办公室的就又换了，办公室也换电脑，家里也换电脑了，结果那所有资料就在我那个 Palm 的手机上面 PDA 上面，包含我的这十年的日记，没有写日记都记在那 calendar 上面，还有在美国外的朋友所有的东西，在就有一次关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放在外套里面就把它夹烂了，然后我十年期就被抹掉了，那很麻烦。但现在用了这个 Google 的有什么好处？它同步了，他说在云端，我们说这个我们下次会谈，在云端里面
它有同步，就而且我不用去做同步的动作，做同步动作你还要去做那一个动作，忘记两个月没有做就毁了、啊、那有做 那现在是全部都同步，我在